阿九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们会找到我。我跟你们说，那些奇怪的人又出现了，在后方。青鱼那伙人，我不敢乱跑，怕被发现，但必须通知你们。只好找个隐蔽处，用着明烛。你们果然过来了。 此处的确隐秘，附近没看到那些人，暂时应该没有危险。那个青鱼就在这儿。可恶！就算知道可以用什么方式对付，我却还找不到发动那力量的方法。贸然上前，也只是再陷入之前的困境罢了。趁没惊动任何人之前，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。 偷偷溜走，没这么容易。干什么？怎么了？快过去看看！没法子了，立刻往林子出口移动吧。
又见面了，难得相遇，别急着走啊。多年不见，贵体可康泰？木月姑娘是否记得我相柳？相柳，真的是你？过去那些日子，圣主受木月姑娘照顾了，我一直未能向你好好致谢。你的意思是，现在要为她报仇？要这么想是没错，但跟杀了你比起来，如今我更想将那个有华胥血脉的小丫头与那个轩辕后人都抓过来。你别忘了，等你利用完他们以后，要把那可恨的轩辕后人留给我。事成之后随你处置。别说的像是你们能随心所欲。能不能试了便知。原来这些羌人的首领也不过尔。为何他们还一脸好整以暇的样子？风大哥，小心有诈。相柳，玩够了吧？还不出来？又一个相柳，我们不是刚刚把他打死了吗？莫非是替身？哦，许久不见，相柳这家伙的西戎秘术倒是没有抛下，看来已有所成效。西戎秘术，木月姑娘好眼力，但认出术法又如何？你抵挡得了吗？您。他的生死由我决定。是，这是圣主的武器。来人，快拦下他们，不能让他们带走他。退下。什么？相柳，你要放过他们？你下不了手的话，我来。还早，五族仅待圣主归藩。
干嘛老是要找我？是因为我有华胥血脉？这样怎么了吗？喂，木叶姑娘，你真的对他们想抓走阿巧的原因一点头绪也没有？我真的不明白，他们想抓走司空宇、阿巧，是否跟他们的登天计划有关？如果是这样，我必须比他们早一步回到华胥，重启结界，才有办法终结这些人的野心。否则，当年华胥国人的牺牲都会白费。到底要如何才能对抗他们？B。那些人拥有那么厉害的武器、力量，我们打不过，阻止不了，就只能选择逃避。记得我之前与你说过的话，别死。别死？你说我持有手纹，拥有责任，但面对仇敌，却要我只能选择逃避吗？是。就因为你是手纹持有者，所以不能死。明知他们就是煽动者，是害死我族人和亲人的真凶，我就什么都不能做。这算什么血脉？什么手纹？这样的话，又能负起什么责任？司空宇，你真以为你是承接天命的人了吗？好了好了，没事没事，都怪我不争气，下次要再看到他们，我保证会不辱怪力子强的名号，用我的大斧痛劈他们。抱歉，一想到阿娘和青梅，我就无妨。抱歉。木叶姑娘，有件事我想问很久了，为何他们每个人见了你总是满怀恨意？因为他背叛了相信他的人。背叛？那是我跟他之间的事，我们是否该赶紧前往天湖取回剑木木身，抢先向柳他们一步登天？是，这是目前最要紧的事。终于到了这西南之处，真的好遥远啊！啊，这里怎么会这样破败？该不会是我们晚了一步？毕竟此地附近藏有着剑木原型木身，那些煽动者应该不会忽略这里。也许他们也取走木身，所以才会那么游刃有余。风雨说的不无可能，但剑木晶元在我这儿，那些人没有晶元，取走木身又有什么用处？剑木化形之人青鱼，难道真是他？反正都到了这里，那木身在还是不在，去天湖那处调查便知。我要亲眼确认。滚！什么声音？
该不会是那些人还没离开吧？我去看看。凤大哥，你留在这儿戒备出入口。司空兄弟，小心行动。嗯。哎，怎么着？这车怎么了？丁婶儿，动作麻利点，别慢吞吞的。不是，这车好像坏了。坏了？在这时候？哎，有什么法子？前些日子的泥石流坏了村子太半，这车已是村里找出来还能走的了。他们不像是羌人，听起来像是这村子的村人，而且好像遇到了泥石流。所以这村子会是这副景象，不是被那些怪人破坏的，是因为遭遇了泥石流。看来此处状况堪忧，我们上前问问吧，也许还能问到山上的情况。这位大娘，你们遭遇了什么困难吗？你们是旅人，听闻雪峭冰峰上有座湖泊，想上山看看。那可真可惜了，最近雪峭冰峰因泥石流山路几乎损毁，瞧咱村子也遭了祸，好多屋子都坏了。是啊是啊，要是不修好屋子，我们日子就难过了。本想用这车去载些木材，谁知道这车好端端的居然坏了。坏了？我想我们应该有人会修，交给我们吧。谢谢，幸亏遇上你们，不然咱们这事儿可就难办了。小哥，多谢你们帮手。这没什么，咱们也没什么能谢的。那不然这样，既然你们想上天湖那儿看看，不如咱们就尽个地主之谊，画个到天湖的捷径给你们吧。哦，是啊是啊，这泥石流虽把山路毁得凄惨，但也不至于不能走。要不是咱们赶着去收集木材，有咱们这些熟门熟路的带着，也安全些。那丁婶的屋子就在前面，咱们就近去那准备准备吧。来来来，喝点水，休息休息，我去准备画路途的物事。谢谢大娘。沐浴。泥人的水，要我可不敢碰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大娘，你们说遇到泥石流，
怎么你这屋子的情况似乎没有太大损害，这是为何？这是神迹呀、啊！这里也出现神人了吗？哎，这该怎么说才好？前些时候大雨下了好久，山里河水暴涨，泥水土石一块冲了下来，光是泥水就够人受的了，水里还加上石块，哪还挡得住啊？要不是这流向被一位神人施了法，改流到别处去，咱们村子早就不在喽。是呀，幸好只有外头的屋舍受损，否则咱们连睡觉的地方都没了。神人会是谁？我这是阿乔。阿乔，你没事吧？司空大哥，这里是哪里呀？对了，我记得我喝了那丁婶给我的水后，哎，我们上当了。木月呢？凤哥哥呢？木月与凤大哥不知道被他带到哪儿去了，为什么？会不会是这里的异族人发现了凤哥哥的身份，想抓他来威胁商国，所以安排这条诡计？也可能是木月的身份让人发现了，他们想在木月身上获取利益。我们快点去找他们。阿奇，司空大哥，是阿奇，我们快唤醒他。阿奇，醒来了，阿奇，阿奇，阿奇，你怎么了？别睡了，快起来呀、啊！阿奇，该不会死了？阿奇，如果你真的死了，我就让阿巧把你烤来吃。喂喂，太好了，你没事。应该是阿奇身子小，迷药对他而言太重了。好吧，果然是锁着的。得找个法子离开这里。大哥，这情景似曾相识啊。似曾相识？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不也是像这样吗？是啊，怪力自巧。要不要用你的大斧把门锁劈开？交给我吧。真的开了？奇怪，方才明明还是锁着。哎呀，不管怎样，可以出去就好。司空大哥，走吧。
前设计好的陷阱吧。孙悟空大哥，那丁神不是说有什么神人出现救了他们村子，而他又把我们都迷昏了，该不会这整件事跟青鱼他们有关？可是他们本来不是要抓咱们，这次抓走木月与凤大哥他们又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与上国为敌的异族人做的？那凤哥哥他……我在这儿呢。凤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那杯水我喝的不多，很快就醒了。可惜我醒来时手脚使不出太多力气，只能装昏，眼睁睁看他们带木月姑娘离开。等他们离开，我才出来找你们。四孔兄弟，抱歉。啊，他们把木月带到哪儿去了？那座山的方向。我们立刻追上去，把木月救回来。